宁死不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声明。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年2月24日公开宣判，认定瑞典籍华裔出版人桂明海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公告称，桂明海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并称1996年加入瑞典国籍的桂明海2018年经其本人申请依法恢复中国国籍。此宣判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中国政府可以逼迫已加入其他国家国籍但出生于中国的异议人士依照中国政府的指令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这是中国集权专制政府又一令人发指的恐怖发明。为阻挠他国政府保护本国公民基本人权不受侵犯，设置障碍。由于本人自2013年起在网上实名反对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反对中国集权制度，反对习近平倒行逆施侵犯人权，创作习总日记，揭露共产党邪恶本质和残暴统治，成立上海民主党，反对大一统。致使我在中国的家人被骚扰威胁。倘若本人不幸落入中国政府之手，也将面临桂明海市的被判刑、被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境地。特声明如下：本人何安全，1962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十年前已放弃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现为美国公民，在纽约工作居住。本人20多年前离开中国移民美国，是因为不适应中华文化。10多年前放弃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是因为向往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将来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遭遇天灾人祸、生离死别，此生宁死也绝不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特此声明2020年2月26日于纽约。